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不温不火。So man so hot， Hello， 我是 Candice。哎 ，Candice 啊，大家看啊 ，Candice 可就了不得了 ，Candice 可是华姐，中华小姐，有没有智慧与美貌并重？有没有？哎呀，生哥这把我夸的，听说生哥今天要带我吃好东西。哎，对，我们今天来到了 Acme Cafe， 对吧？是一家非常复古、非常有特点的小店。那我们赶紧进去看看，走吧。Okay, 走吧。怎么样，肯尼斯？这家店的装潢还算很喜欢吗？很满意吗？那是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给人让人时尚啊、复古的法式小酒馆。嗯，对。然后我之前也会经常在 Westminster 上面走啊，或者路过，然后就看见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拱形的一个小门。哦，对，门口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但是一直都没机会来。但是我看着外面那种磨砂的黑色跟。这次进来感觉就是白色啊相搭配起来就给人一种非常简约，而且能坐在这儿有一种很享受这种周日的闲适的下午的感觉。哇，我原来只知道 Candice 很美，今天才发现还是很有才华啊，这个完全是没有台词的竟然能说得这么顺利，这么溜，哇，真事吗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看我脸都红了。不过我们能感受到一点，美呢通常是大家要慢慢的去寻找的，要停下脚步慢慢的去看才会发现。哇 ，Egg Benny 来了啊！终于来了，哇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呀，非常 appealing 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摆盘不错，摆盘非常不错。下边呢，就是有一些这个hash brown 的这个丝的这个 hash brown 嘛，是不是？听说它是这个是他们家特色哦，他把 hash brown 做成这个样子。对，他好像很多东西都是把这个放在了 hash brown 上面，是啊、然后这些 holiday 酱啊，就是应该是自制的了。中间这个是 toast 吗？对啊，中间这个 toast 上面有一些、这个烘烤之后的肉嘛，就还蛮好看的啊，也非常好吃，看上去。这个感觉跟鸡蛋搭配在一起，应该还就很诱人的感觉，啊、赶紧吃一下吧。赶紧试一下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菜还没有上啊。哇、这个也很诱人。是吗？这个也非常厉害啊。这个呢就是俗称的太阳蛋了，他家由于这个厨房的设置呢，所以他们呢没有办法有别的这个东西，没有别的做法，对。而且他家的鸡蛋呢都是 free run 的那种。那应该是比较好干净。而且他家的这个香肠呢是用这个 Alberta 的这种精瘦猪肩肉制成的。哇，这么专业的样子。非常专业，再加上这种腌制香肠的配料和这个香料呢，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之类的，所以说是非常这个天然。吃的也很放心啊。吃的很放心。那我还是吃这个肉吧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试一试啊。不过 sausage 一般都是比较咸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 sausage 并没有非常的咸，是，而且非常新，这个肉的这个非常有嚼头，非常筋道，就这种的嚼劲还是挺好的。那我们来试一试这个。口感很特别。从来没有吃到口感这么特别的这个 Benny Egg Benny， 肉是很松软的，哎，非常的松软，而且有一点点小小的酸，可能是因为这个酱的原因啊，然后加上是吗？然后加上这个 ham， 哇，非常，这一口咬就有一种幸福爆棚的感觉。我也觉得好吃，特别是在我等了那么久的食物的那个时，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 strategy。哦，怎么样？喜欢这家小店吗？特别喜欢，我就喜欢这种精致又小巧的，还很有格调的这种餐厅。生哥下次就要带我吃这样的。好，下次带你去别的餐馆试一试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问题。下次早点来，8到9点买一赠一。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不温不火。收尾了，收了，收啊！激动，有。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不温不火。So man so hot， 我是 Candice。哎 ，Candice， 看上去很眼熟啊，好像在什么凤凰卫视华裔小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不温不火。So man so hot， Hello， 我是 Candice。哎 ，Candice 啊，哎，但 Candice 就非常了不起了啊 ，Candice 是中华。好
说话小姐。Excuse me if I'm coming too strong. Baby, I like it.